及买房的人，在预期三五内，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因为房价不会上涨，但更不会暴跌。大多数买房者都是投资者，并不是短期炒房客。他们考虑到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因素，大多数房产投资者在三五年内不会卖房而增持现金。目前地产经济泡沫巨大，为了地产、金融和社会繁荣有序，从中央到地方都不会主动刺破泡沫，而是引导调控，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消耗，从而等待地方政府从地产经济中脱离出来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建筑材料大幅上涨，和许多楼盘因资金或其他原因停建或缓建，也相对制约了房价下跌。而中央政府准备实施的房产税阻力重重，它不仅对房产投资者有压力，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也有压力。即使执行，由个别城市试点到全面推广，估计也要三五年的时间。三五年内地产市场不会有太大的波动，而现在还未买房的人多是工薪家庭或一些年轻人，他们经济实力较弱，在这三五年内要买商品房而改善住房条件的有利因素不多，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商品房不可能降到十年前的价格，而现在的楼市价格又不能被接受，所以想买商品房改善住房环境的还要等待。他们目前可选择政府提供的公益性住房，如公租房和廉租房来改善住房条件，这样经济压力不大，住房条件还有所改善。不过这也要看具体的国家政策，你可以查一查相关政策说明或者国家的一些说明视频，内容说得更清楚，这就不再详述。我就以你提出的问题来举例说明一下。其一，买房用于增值买房，由于房市低见顶，可以预见对房产的变现也有可能有一定的困难。那么钱对于房产价值的预期和它变现的预期可能会受挫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已经买房，但是往往买房的人现在价值到顶，可是二手房市场比较难开，并且你的贷款有可能还没有还完。同时国家还有限售政策，买房人需要有当地的居住证、身份证等等一些条件。而同时首付也在控制，还有房产税的政策，已有住房的人就不会想要再买房。那这种情况下二手市场就会相对萧条，对于想通过买房卖出而增值的你，想达成预期就比较困难了，反而容易负债累累。其二，买房用于自住，按照目前的房价，若其主只是工薪阶层，一定会花大笔资金并且贷款才能购买房。目前国家主导的政策租售同权、开放租赁，包括国家主导的租赁以及回家创业政策，那么对将来置业安家或者其他的安身立命的成本会有所降低，稳定性有所提高，同时权益更有保障。那么目前买房用于自住则会不划算，而没有买房的人则可以更加期待于未来的租赁市场的降低。国家的资本投入以及政策完善，甚至国家可能推出两年、三年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长租计划，需要做的也许就只是等待，以及目前对于手头上资金的一理财规划和合理的增值的方案。因此从生活的角度上来看，即买房和未买房的人在心态上以及生活质量上，在未来三到五年时间都会有明显的不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